今日咧，神父就同几个朋友啦，咁亦都系呢度里昂咧有一个姊妹咧，喺呢度举行弥撒，呢个系主教座堂。咁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呢次嘅假期咧，呢个编排里边其中一个我自己即系算系一个好必须要嚟嘅地方啦。咁因为呢个系非常重要嘅一个嘅教区，而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主教座堂。几重要咧？重要到咧，中世纪咧曾经有一段时间系认为咧，罗马以外咧，呢度系第二个最重要嘅地方，成个基督宗教里边，即系天主教里边第二个最重要嘅地方。点解咧？因为法国咧系称之为教会嘅姊妹啊，大姐姐，sorry 大姐姐，the oldest daughter of the church 可以话叫做亦都系 big sister。因为好早咧，呢度就发展得好蓬勃。早几日我哋喺呢个圣波姆嗰度啦，即系呢个墨西出边咧都有讲过，即系好早好早耶稣嘅朋友咧已经去到嗰度传福音，而冇几耐咧成为教区咧呢度里昂咧就系第一个教区啊，第一个教区全法国全个叫嗰阵时叫 Gaul 啦咁呢个就叫做 Primatial Cathedral of Gauls of all Gauls 成个。法国嘅地区咧，第一个最重要嘅教区啊，亦都因为嗰阵时法国嘅咁早嘅咁蓬勃嘅教会啊，咁亦都喺呢度咧，里昂咧曾经两次至少啦，唔单止两次嘅，但系有两次好出名嘅大迫害，一个系1770，一个系2020。1770咧就系第一个呢度嘅主教啊，Parthenos 喺呢度殉道，但系唔单止系佢。系差唔多全城嘅基督徒，我哋讲紧系不可胜数嘅数字啊，至少几百咁，甚至超过超，甚至系讲紧千位数字嘅殉道者喺呢度死。咁系嗰阵时个主教 Parthenos 喺呢度咁样都系咁样折磨死嘅。佢嘅其中一个膝下弟子就系 Irenaeus 咧，原属于 Smyrna 咧喺呢个默示录里边七个圣堂里边其中一个，亦都系七个里边唯一一个现时仍然蓬勃嘅，仍然系存在嘅教区。咁嗰有个出名嘅圣人咧，Polycarp 咧，亦都喺嗰度殉道嘅。Polycarp 嘅膝下弟子就系 Irenaeus 就喺嗰度出世嘅。咁佢喺嗰度咧被派咗嚟呢度传教，咁亦都跟咗呢、这个嗰阵时嘅 Porthenos 第一个主教。咁1770嘅时候，佢 Irenaeus 唔喺呢度，咁所以冇殉道。咁佢翻嚟嘅时候就继任呢个 Porthenos 咧，就做咗呢度嘅第二任主教。咁亦都成咗咧西方教会头号最出名嘅神学家圣 Irenaeus of Lyon 啊，好出名，真系好出名。佢系主张，特别系反对斥薄异端咧，所以最出名嘅书咧就系叫做 Against Heresies。咁今时今日咧，经常系阅读佢嘅写作嘅。咁但系佢嘅主要工作咧，其实系修和。嗰阵时好多对罗马教会嘅误解啊、分裂啊、教区与教区之间啊，甚至东西开始有少少嘅问题咧，去开始怀疑呢个教宗嘅。primacy 咧，都系佢开始去解释，就系、是、佢列出咧头嗰12任教宗。咁啊，今日我哋有教宗嘅头早期教会丧失咗嘅嗰个名单咧，都系因为 Irenaeus 我哋正流传到。咁佢2022年咧，嘅殉嘅呢个嘅教会嘅迫害咧，亦都喺嗰度殉道。虽然我哋内容咧，我哋系唔清晰嘅。喺呢度，亦都系往后咧，喺13世纪咧，曾经尝试咧，嗰时东西已经分开咗，东正教已经分裂咗，同天主教嘅时候咧，亦都尝试系喺呢度修和嘅。咁所以喺第13同埋第14次嘅大公会议咧，都喺呢度举行，都喺呢一个圣堂里边举行。嗰时已经呢、这个圣堂嘅雏形已经有喺度特别系第二次嘅呢个里昂大公会议咧。喺1274年咧，就系东方罗马罗马帝国咧，嗰个 emperor 咧，邀请教宗咧，系去讨论点样去成就呢个修和，同东正教。
系嚟咗好多伟人喺呢度啦。咁上边我唯有一个 chapel 咧，写晒地下嗰啲名咧，就系讲嗰阵时嚟参与嗰啲人嘅嗰啲主教嘅名。当时留低咗两个十字架，系记号于呢一个修和咁亦都仍然仲喺上边。嗰次嘅大公会1974年咧，亦都联合咗一啲我哋熟悉嘅圣人咧。Thomas Aquinas 咧，当年系 suppose 嚟呢度嘅，咁佢途中啊过身，1272年过身。1274年咧，过咗一半呢个大公会议嘅时候咧，Bonaventure 过身。OK，所以都好特别嘅地方呢度。今日嘅教会啊，亦都系好需要呢个修和。今天世界都需要呢、这个缔造和平。咁我哋今日喺呢度咧，亦都特别系求呢啲咁多嘅圣人咧，特别系 Irenaeus 咧，同埋咧当时啊参与呢、这个里昂大公会议咁多嘅会议嘅先祖咧，为我哋转祷。今天面对咁多嘅分裂、咁多嘅创伤、咁多嘅战乱咧。咁多人与人之间嘅矛盾啊，亦都祈求咧呢个合一。咁亦都最近咧，利用呢啲人士亦都即系我哋亦都寻求佢嘅转土咧，为咗呢个合一运动今日咧嘅弥撒咧，神父其实系庆祝咧呢度嘅一个圣人啊，喺。琴日之前幾日咧我哋去過嘅 La Salette 啊，同埋 Low 咧，都有一個聖人係都係去過嗰度嘅，特別係La Salette 同期嘅一個聖人就係聖 Emma Peter Julian Emma 咁佢係大力推行咧，亦都導致到今天咧盛行呢一個朝拜聖體嘅一個聖人。佢亦都即係特別透過聖體咧係推行咧呢個對主嘅熱心咧，對主嘅轉化咧，人嘅由內至外嘅呢個改變今日嘅福音亦都講咧，我哋要賣掉所有去尋找呢個珍寶咁亦都係最近星期日啱啱讀過嘅讀經。我哋係是否真係賣掉所有，擺低其他所有嘢？咁咧，今天好多嘅矛盾啊，好多嘅。分裂啊，有多嘅纷争啊，好多嘅人与人之间唔开心啊，可能系我哋嘅文化咧，今日嘅电子文化咧，越嚟越自我、自以为是自己可以闩埋房门做晒所有嘢，唔使出街，唔使靠人，唔使等待别人，自己即时呢家要即刻要即刻要到。要人送到嚟，变咗好缺乏呢、去欣赏、去接受天主俾我哋最好嘅礼物。喺圣体圣事中，喺圣经嘅道理中，喺人嘅本身美丽之中，我哋冇内心，冇呢、这个意愿去睇、去等待、去欣赏、去。滋味变咗系好 utilitarian，好利用，互相利用。我哋今天祈求主基督去转化，去慢落嚟，要我哋去停落嚟。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哋今天去做收获者，去做欣赏你所赐嘅一切，欣赏我哋身边嘅人。我哋此刻有嘅时间机会，去选择以你为先，以人为次，以自己为第三。圣艾伯伯为我等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